啦，又到在地歐遊嘅時間，我係主持 P 先介紹今日嘉賓先啦，希爾啊，希爾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希爾咧就係一個 YouTuber 嚟嘅。咁啊，当我个同事咧就介绍话，不如搵呢个阿希尔上嚟咧就做个访问啦。咁啊，佢就弹咗条 link 俾我睇 YouTube。咁我当时喺个地铁度，咁啊冇开声嘅。咁我睇，咦个名希尔不在家咁有台湾 feel 嘅。系。跟住走入去睇下，咦呢个男人黑黑地又高又大个样，咦有啲似台湾人。我唔系咁大整蛊系嘛咁样。系。原来唔系嘅，系一个好亲切嘅，系香港人系嘛？香港人嚟嘅系啦。系。咁你叫阿嚣啦，咁你个希尔系咪个译音嚟噶？系啊，冇错，嚣嘅译音希尔咁解咯，系啦。但系你嗰个频道话你唔翻屋企，希尔不在家。系啦，因为我啲朋友成日都讲笑咁讲啦，话要揾阿嚣咧，其实真系上山揾佢容易啲，喺屋企揾到佢嘅。系啊，即系你中意系啲户外活动啊，甚至系最中意露营系嘛？系啊，即系超级中意喺大自然嗰种感觉嘅，系。所以你个频道真系好多露营嘅片段俾我睇到系嘛？系啊，主要都系一啲露营啊，或者一啲行山嘅一啲片段啦、啊，系啦、啊。喂，但系咧，你好多时候都教啲朋友咧点去露营嗰啲产品点用啊，咁样。但系亦都好多分享喎、啊，系嘛？系啊，咁啊，最重要我觉得一样嘢就系要学识得喺同大自然共处啦、啊，就一啲规矩啦、啊，咁啊好简单，就系自己垃圾一定要自己带走啦、啊，系啦、啊，同埋唔好立乱烧地啦、啊。哦，系啊，同埋好多啲污染啲水源啊，各样嘢咯，其实呢啲就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嘅。系、啊。但系讲下先嗱，即系通常我哋嘉宾都唔会揭佢嗰啲真实嘅生活嘅。但系咧，你个真身咧本身系一个摄影师嚟嘅，冇错。但系你当摄影师个古仔都几特别、哦。其实我就系、是、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咗影相呢样嘢啦，早十几年前啦，咁就觉得喂，影相呢样嘢令到我可以有个目标啊。因为其实再分享多少少，即系我未接触影相之前咧，其实我系一啲好中意去玩啊，中意夜蒲嗰啲人嘢。有边个后生唔系噶？系啊，咁嗰阵时做份工，咁你每个月就系等出粮咯，出粮就攞啲钱去玩咯。你问我，我两年后、三年后想系点嘅样嘅话，其实自己冇帮自己打算过，净系知。喂，快啲出嚟，有钱去玩啦，咁样系啦，咁就因缘际会之下啦，应该系话我就买咗第一部相机之后啦，咁就会觉得我星期六日我可以唔去玩，我可以去影相，嗯，我变咗多咗第二样嘢去做，咁变咗慢慢地，我就可能星期六日嘅话就去行山去影相，因为我开头都系影风景先嘅，啊，咁之后都如是者影咗几年啦，咁就去咗个禅修营。一个摄影禅修营，摄影禅修营，系啦，好高层次喎、啊，系啦，咁就系、是、我相信讲禅修营嘅话，应该都系得一位法师会举办嘅啫。咁就参加咗之后，我就突然之间系想以影相为一个人生目标，系，即系想做一个摄影师。哦，咁唔系出家嘅，唔系，即系你嗰位讲师系一位出家人士啊嘛。佢以前系一位系出家人士，但系佢以前系一位摄影师，系仲好现代嗰只嘅，以前公司名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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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又现代又经典嘅，系啦，咁就参加摄影师之后就好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咁就直头系咁之后就仲要同啲学员一齐禅修。有啲朋友倾偈喎，喂，其实你影风景好难揾到食嘅，又去翻个问题啦。系啦，喂，不如你试下影人像啦，人像相对嚟讲会好啲啦。啊，咁之后就嗰阵时开始就慢慢接触人像摄影，但系你知道其实人像摄影嘅话，你要嘅嘢其实会系越嚟越多啦，即系要使嘅钱越嚟越多啦。啲镜头又贵啲啦，咁你又买闪光灯啦，又要剩啦，咁个使费系非常之多嘅。咁之后就嗰阵时我哋都仲未系做紧摄影相关嘅嘢，咁之后因为使费太多，咁我就喂索性唔好谂啦，自己读书唔系太多，咁唯一可以搵到食嘅、搵到钱嘅地盘。哦、oh, ，OK， 系啦，咁就因为可能真系我地盘会搵比较多次钱啲啊，咁就入咗去做地盘，咁就一路做地盘，一路买器材咁样。但你都有条件做地盘嘅，你又高大又结实啲肌肉。其实即系我唔得啦，买又肥又矮咁样。系啦，咁其实都冇话嘢条唔条件嘅，你就真系耷低头硬住头皮去做嘅啫，系为咗份钱。咁就为咗要买相机去开展你嘅摄影路途。系啦，
咁就会选择一个好励志啊！呢个古仔应该系好现实嘅一样嘢咯，要话系。唔系，我同你包装下先，好励志。大家年轻人要学习。系啦，即系嗰阵时我做一个全职摄影师，我最大个心愿咧，其实唔系话真系要搵几多钱，而系我觉得我需要进步得快啲，所以不如索性喂工都唔好翻啦，咁啊全职去影相，去不停不停不停去练习，同埋同时你去接一啲嘢翻嚟，简单啲嘅。嘢做起先啦，咁样咯。咁而家就系阿嚣咧，就系一个全职嘅摄影师啦，系啦，成梦想啦，系啦，可以咁讲啦。喂，但我知咧，摄影师好忙噶嘛，点解你可以咁多时间去露营嘅？咁其实最主要就之前即系年头嗰阵时啦，就一个疫情好疯狂嘅时间啦。咁、其实嗰几个月基本上全个香港好似停晒咁样。系啊，系啊。咁我哋特别我哋做摄影师嘅话，其实嗰几个月嘅话，我都除咗我之外，我身边所有行家都话喺屋企凑仔啦，喺屋企瞓觉啦。系啊，因为成个行业停晒啊。系。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停咗。不如上山啦，你横掂坐喺度又系冇嘢做，不如上山玩啦，咁样咯，咁就开始咗上多咗山咯嗰段时间。咁但系就上山玩就好多人啦，我啲朋友都系唔翻工咁样就走去咩 work from hill 啦。咁但系咧就你系拍埋片兼放埋上 YouTube 频道，不特止即系好多人咁做啊。喂，拍得靓、啊，拍得正、啊，多谢多谢。真系点样讲咧？即系嗱，我撇开个片段里边你系咁讲。嘢嗰啲部分先算啦。咁你嗰啲攞镜位啊，嗰、个意境好正、啊。系嗱，你系摄影嘅啫，你唔系拍片啊嘛。点解你有啲咁嘅触角喺度嘅咧？当然某部分系受于自己个职业啦。咁你可能睇到嘅嘢有少少同人哋有少少唔同，再加上可能你嗰段时间都会不停去睇人哋嘅频道，睇啲好靓嘅嘢啦。系，喂，呢、这个都 OK， 嗰、那个都 OK， 咁你会慢慢储落一部分喺度啦。咁再加上嘅话，其实大家有留意我啲岛，其实就系我喺欧多啊嗰种想要嘅心态咯，就系、是、想要静落嚟咁，好 peaceful 嘅嘢咯。系，所以其实大家见到啲岛啊，我唔会发得好劲啊，而系慢慢啲定镜啊，系一啲慢节奏嘅嘢。系，系啊，当然如果系有啲观众中意睇嘅，佢会觉得系嗰几秒钟佢会停咗落嚟。系啊，呢、這个都系几秒钟，应该一条片有廿零分钟，除咗减去你讲嘢嗰啲片段之外。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唔系嗱，唔系话你讲嘢唔好，即系我意思系其他嗰啲，譬如嗰啲空镜啊，有时你换 focus 啊，或者系航拍点样攞个位啊，嗰啲咧系好令人睇完之后好放松，好有一个嗰啲治愈嘅感觉。系呢、這个都系我想透过啲片带到其中一样嘢俾观众嘅，系啦。喂，但系你喺露营嗰啲知识咁丰富嘅？咁啊，好大原因都系因为我身边有一啲好知识丰富嘅朋友喺度。咁同埋我自己鍾意嗰樣嘢就會不停去研究嗰樣嘢。咁我就會係不停研究嗰樣嘢。喂，你唔去到呢個位，喂嗰、那個料係乜乜乜乜，即係咩意思啊？咁你 Google 有一輪唔識嘅，咁你去問啲朋友，咁佢哋都有好豐富嘅知識。答到嚟，咁、样慢慢地、慢慢地去令到自己丰富咗呢方面。即系身边有啲朋友系道理升先嘅，可以咁讲，但系我唔受到嘅。OK， 咁但系只不过我就系中意一啲知识上面嘅嘢，系啦。咁你话卖器材嗰啲，其实又唔会话，即系我觉得够用就 OK。唔系，即系你嗰啲露营咧，睇起上嚟都系似模似样嘅，除咗有一次唔知点解咧，最差嘅环境之下嗰个营漏水嘅啫。系啦，嗰只真系。嗰次先，嗰次点解搞？有咩事搞到咁咧？喂，咁其实嗰段片都讲咗其中一句说话，就系话露营嘅人硬系好似中意自虐咁样。嗰次我哋突然之间系收到天文台话，喂，听日好冻、啊，市区得翻七度、啊，仲要大风落雨、啊，不如试下上山啦、啊。系啊，跟住我同我女朋友，喂。机会嚟啦，咁啊，仲埋另外一个朋友，佢又肯陪我哋癫，咁啊，不如试下上山啦，上一日山啦，咁啊，试下真系好冻、好冻、好冻去 camp 嘅感觉啦，因为始终香港都冻嘅机会咧系比较低啲啊嘛，系咁冻嘅，系啦，即系你可能一年都系得一两日嘅，我哋就仲要上埋山添，系啦，所以点解我就话条片系话接近零度，因为其实真系大风，再加个你个人系湿嘅，因为全晚系。落紧雨，我谂系落到我哋走嗰阵时都系落紧雨，系落咗十几个钟头雨，再加上冻，咁我所以体感系应该
接近零度啦，即系我哋冇实质去度，但系以我哋嘅经验话俾我知，即系零度咁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哇，点解搞嗰个型会漏水噶？你唔系啲对啲器材好有研究嘅咩？嗱，呢样嘢咧就因为其实嗰只系新型，我系第一次用。哦，系啦，系啦，系啦，完全唔知道，即系都系胆粗粗攞出去用。咁同埋咧就冇理由漏水噶。咁呢样嘢咁就真係一分价钱一分货啦、哦、因为嗰个系一啲比较国内嘅呢。大家自己上嗰条片度研究啦。係係係。嗰次就系、是、虽然系你戏㗎啫，但系都系去咗一个好特别难忘嘅一个露营体验啊。係、嗯。喂，你除咗露营呢，你仲鍾意你真系自虐㗎喎、哦。你有个叫做超级自虐系列㗎嘛。有啊。咁、啊、有啲长征嘅咩嗱嗰一次20公里长征啦。係、啊。即系喺大屿山咁喺大屿山嘅南边进发啦，系咁啊！而家回想翻20公里就唔算长征啦，系嘛？而家20公里嘅话，其实真系唔算长征啦、啊。普通嘅一日行都20公里啦，随时系嘛？系啦，咁啊，一日如果净系行嚟讲嘅话，一日都二三十公里系起跳噶啦，叫做系啦。咁另外你仲有啲全走嘅系列嘅，譬如系港岛劲全走啦，凤凰劲系三日两夜兼咧，你即系嗰个背囊都几大嚿嘅、哦。系啊，系啊，系啊，三日两夜全走，再加上我嗰次都系孭埋相机，因为要拍片啊嘛，系啦、啊，孭埋相机咁样去，孭埋脚架咁样去做咯，系啊。咁我一路睇嗰三集啦吓、嗯，都系等你辛苦嘅。因为呢嗱就首先就嗰、那个日子都有啲热嘅。系。咁你仲孭咁鬼大个背囊啦。系。咁仲要系收尾行到听讲你话行到啰柚开花系嘛。系啊系啊，因为你系啦、啊、即系你如果你着到一啲唔适合嘅一啲衫裤去行啲咁长途嘅嘢呢，咁就真系有机会系一啲汗业主啊有机会系形成呢样嘢咯，系啊。系咁就但系呢嗱嗰次陪伴你三日两夜嗰70公里啦。嗯嘅伴侣呢就是你女朋友阿妹㗎嘛。冇错。咁我见你后尾行呢最后尾嗰段呢行到呢就有啲我唔知係感想啊定係即係开始有少少即係神志唔清咁讲一啲好有道理嘅说话啦。你又讲啊一路好辛苦啊每一次都怀疑人生啊点解要咁做呢点解要咁辛苦呢咁样。係啊。喂嗰次行到后尾即係真係嗰个感受系点啊其实即系你行紧嘅途，就系特别行到第三日啦。咁我哋会真系有一种感觉，做咩咁辛苦咁样去虐待自己，去做呢件事啊？你自己话嚟嘅，系啊。因为其实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可能三日两夜行一条凤径系好呢个好简单嘅嘢，但系即系可能我就即系之前有几年系冇做过运动，之后一做运动就去做一啲咁长征嘅嘢，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嚟。仲要孭住背囊，夜晚要自己扎营，系啦，可以嘅。自己煮嘢食咁样，系啦，基本上都自己煮嘢食咁样，咁啊，所以个背囊都唔轻啦，咁样去做呢件事。咁行紧嗰时，当然有呢个感觉、就是，就系哇，好痛苦，好痛苦，好想走。每一个见到可以路口都想走。每一即系虽然系两晚，但系每一朝头早瞓醒，擘大只眼都系唔想起身，想继续瞓。系，因为个身体话俾你听，你好攰，好攰。唔怪得嗰日十一点几先出发啦。系啦，咁我哋又超少少嘅，即系可能瞓到十一点起身，我哋已经行夜啲，都要瞓晏啲。系啦，咁但系坦白讲，当你去完去到终点，去即系绿色油桶啦，吓湖光码头嗰阵时，系啦，你会回想翻呢几日系好值得咁样去做，几辛苦都好，你会即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嚟嘅。咁之后我哋搭车走嘅时候，我已经同我阿妹啦女朋友讲，我哋几时又继续去行？咁快？我又翻去冲完凉食完嘢，第日先讲呢样嘢添。我哋冇嚟搭紧车，真系超级自由。系啊，我哋几时去行埋条墨镜啊？几时去行埋条卫信径啊？不如我哋再大胆啲，一次过行晒四条径啊，咁样咯。哇，其实你个过程里面系真系好辛苦嘅，好辛苦啊！只脚系真系，你上楼梯真系递唔喐嘅，唔好话上楼梯，你行平路都。都真系一见到凳你就想坐，一见到凳就想坐。脚又痛啊嘛，你 ITB 有事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嗰、啊啊、一阵时就真系啲嗰组肌肉仲未装到，所以就好容易 ITB 有事。系啦、啊，但系你咁辛苦，你每一次都系想放弃、想逃走、想撤退嗰阵时候，只要你经过咗、挨过咗，
总之你完成到呢，所有嘅痛苦都系你嘅回忆嘅呢，只系。系啊。但系你下一次又想再继续挑战自己㗎啦。会啊会啊，会仲更加諗一啲更自虐嘅嘢囉。咁但系呢，我就觉得呢，其实我嗱而家就即系见到真人啦，即系睇片呢，阿希尔呢，阿希尔呢系高大啦，黑实实啦，好型咁一个户外男士啦。但我睇嗰条片呢，你去完凤凰镜嬲尾咪行返出去梅窝油桶嘅。我觉得系最坚强嗰个，其实系应该系你女友阿妹啊。嗱，点解呢？首先就系佢嬲尾嗰段呢，其实我见到佢好轻松嘅。我见到阿希尔就有啲即系脚步都好似好重咁样啦。咁啊，去到个油桶呢完成咗啦。你就挨住个油桶呢慢慢喺度唞緊啦。你有冇留意个片里面见到阿妹呢，其实在做紧乜嘢啊？咦，做紧啲咩呢？冇留意呢。但你太攰啦嗰阵时嘛，同埋完成咗个心情系好复杂啦。但我见到阿妹呢已经系好轻松，后面开定脚架准备拍你哋自己啦。咁啊，试下佢嘅体能真系好过我好多。佢系完全冇嘢噶，到咗哦，到咗啦，跟住就开脚架啦。收尾就见到你哋自己自拍咗，讲到少少嘢咁样。啊，系有啊，有啊，有做呢样嘢。系咪佢系对你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噶？咁啊，当然啦，当然啦。如果你即系如果自己一个去做嘅话，咁我谂完成到嘅机会率系非常之低啦。咁你身边有一个伴侣，你系肯同你咁样去做一啲咁辛苦嘅嘢，之余佢体能好过你，佢都唔会日日行快啲，行快啲，唔会叫你行快啲，而系因为知道你个能力冇咁好嗰阵时，佢愿意去等埋你嘅话。系啦，即系可能佢行下行下又会停低等你，行下行下停低等你，咁你会令到个人嗰个仲更加有动力去完成呢件事咯。系啊，系一个好旅游啊，好好珍惜啊，晓华。一定会，一定会，系啦。即系唔系嗰啲都话唔嚟噶啦，走啦，不如呢度搭车啦。系啦，系啦，系啦。做咩啫？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系会系默默地喺度支持紧你啊，即系啊行行行行行快咗，原来你仲喺后面喎，佢几喺度等埋你啊，咁样嗰啲一啲。系啦，我唔知系咪真系阿嚣自己心底嘅说话，而家开咗咪夹硬逼佢又要咁样承认。喂，但系讲到嗱，有一个伴啦，有一个好好嘅伴咧，陪你去咗咁多嘅经历啦。嗯，开得关啦，飞得走啦。喂，有冇谂过同佢做啲咩嘅大 project 咁样啊？有咁讲我最长远嘅先啦，其实我哋都有个共识，有生之年有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就系行条 PCT， 美国太平洋山脊步道，冇错啦，一个从全长好似4000几公里嘅，系 啊，一个打横行嘅一个真系打横行嘅呢个行山径，哇，起码都四个几五个月噶，系啦，即系可能甚至乎系半年咁上下嘅，即系如果我自己认为啦，如果去行得嗰度嘅话，我哋都唔想太走马看花式，系啦，或者可能放慢啲脚步去欣赏，系啦，欣赏沿途嘅景色咁样，系啊，去享受多啲，可能会俾多少少时间，即系比正常多少少时间咁样咯，系啦，咁呢个就系最终极嘅目标啦，系啦，咁啊，希望你成功啦，系，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啦，有机会达到呢个目标啦，不过要好好地 plan 啊嘛，要啊要啊要啊，因为一个咁长线嘅行程嘅话，一定要好详细咁样 plan， 系啦，咁讲翻短期啲嘅话，短期啲而家就东方关啦，咁啊可能会近近地台湾，哦，台湾系啦，好多高山喎。系啊，系啊，系啊，好似台湾都好多高山嘅，咁其实就会一嚟会唔会激进啲咧？就嚟一个台湾可以叫做堪称最难嘅台湾中央山脉大纵走。哇！你唔好再难啲，一嚟咁啊，系再即系自虐到一个咁嘅地步，就系一系唔玩，一玩玩到最难嘅，一嚟系啊，几辛苦喎！台湾嗰啲都即系刻苦型噶。系啊，因为其实佢比香港会嗰、那个，因为个山型会更加高啊，即系行行地都3000蚊起跳嗰啲咯。系啊，咁我哋虽然就话香港都行得多山，但系始终矮咧，你未试过诶，会唔会有啲高山反应啊？或者上到有个空气少咗，会唔会有啲会仲紧辛苦？其实我哋都未感受过。嗰啲路又比较相对原始啲咧，香港始终都系原始极，都系好多人行过嘅路。
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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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系讲翻原始呢样嘢，其实我同我女朋友都系点解会第一条选择会行奉敬先呢，即系我哋第一条行晒成条敬嘅，点解会行咗奉敬先？其实最主要就系奉敬某一 part， 其实真系个感觉好原始嘅，因为真系你见唔到城市，见唔到城，你会有一种感觉真系好原始嘅感觉，咁所以我哋系好中意呢种感觉。即系过咗观音山后边咩系啦，后边嗰啲嗰扎咯，系啦就是你其实真的见不到任何建筑物，你会比个大自然即是环抱住大自然那种感觉很舒服，我哋觉得会是。哇，我看来即是阿嚣呢同埋可能你女友呢都喜欢一些很慢活的人生的。是啊，绝对是啊，所以就为什么那么喜欢去露营咯。咁讲到慢活呢，咁就头先阿嚣就话即是疫情期间就可能工作放低咗，所以多咗露营啦。咁疫情期间呢我多咗喺屋企工作啦。咁我屋企工作好闷㗎嘛。咁我有两个 mon 嘅。咁我用上面个大 mon 做嘢。下面个细 mon 呢我嗰时兴呢就放一啲呢，譬如日本嗰啲可能一个钟头行山嘅片。咁我就放住佢啦。啊，今日就去唔知咩筑波山行一个钟咁样。一路放住就上面就做嘢，咁唔够就立下下面咁样。或者呢日本有啲片呢系鍾意揸架车，唔知角度几多号，由边度去到边度。系有。系啦。即系个人就困喺间房里面，个精神就放咗出去山里面。系。而我最中意睇阿嚣咧，阿希二嗰啲片咧，其中有两条最中意嘅。系。有阵时咧，有啲日子我行唔到山咧，我就睇你咪喺屯门后山度一路行，跟住就去到收尾去到南水水塘嘅。系。冇嘢讲就咁行嘅。第一身嘅。哇，有个感觉系我行紧山啊！好正，咁我就完全估唔到系会有人真系中意呢类型片啊！首先，哇，真系中意噶，唔系讲笑噶。系啊，因为其实都少少实验性质啦。咁啊，因为学你话斋啦，就即系谂到喂，疫情期间可能有啲人就行唔到山，咁我会唔会系一路行一路拍住，俾人哋个感觉喂，就你当你自己去行緊山啦，咁同埋可能有啲外國嘅朋友，佢哋可能真係想嚟香港，但係啲都嚟唔到㗎喎，咁佢甚至佢哋嚟，佢哋唔知道其實香港後花園咁靚㗎嘛，咁亦都係即係兩個目標，佢會唔會即係所以就試一試咁樣嘅拍攝模式 ？OK 喎、啊、，OK 啊，竟然係咁。但唯獨事就係點解呢即係嗱，如果依啲咁嘅一路行住一路拍咧，香港都好多 YouTuber 會做嘅，即係譬如我哋好熟啊。边个啦，系我唔好讲个名啦。但佢咧系用快镜嘅，系咁，但系咧阿希儿咧就系正常速度嘅，正常速度，所以感觉上我都系行紧山嘅。竟然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因为其实我都，因为其实可能两条片个反应唔大，我仲以为唔系有人知啫，我讲咗有个人知噶啦，我屋企个会知噶啦。希望你就出多几条咁嘅片啦。我会，因为其实嚟紧都会 keep 住喺山上面游走啦。唔系，我想讲咧，呢啲片悭水悭力噶，系啊，唔使剪接，唔使配乐，系啊，其实真系拍完之后摆上去就 OK 噶啦。啊，剪头剪尾得噶啦嘛。系啊，基本上都系。唯独是如果你行过见到有啲途人系唔觉意讲粗口咧，就瞄瞄佢就得噶啦。我觉得其实都唔需要啊，系嘛？系啊，因为咁先最即系现实系嘛？现实啊嘛，系啊。系咁啊，嗱，讲到话即系悭水悭力啊，又冇背景音乐啊成嘅咧。另外有一条片咧，我又系真系好中意睇嘅。你有一条片咧，就系应该你某一次去大屿山露营咧，我就觉得你系偷懒，动部机咁啊，影住出去。出去嗰度應該係龜山島啊咁嘅嘢啦，咁就係就咁放咗部機喺度，就30分鐘就冇聲冇聲，就等於我自己行山行到一個山頂位，坐喺度望住個景，嗰30分鐘就係嗰個感覺啦。竟然我就係嗰下就會好。哦，影真系有人睇噶，真系有啊！你当我咩喂？咪而家兴嗰啲叫 ASMR 嘅片啊嘛，咩自主感官经络反应啊嘛。其实我系拍咗五六条咁嘅片，但系因为见到冇乜反应，所以我系冇放到上去。你放多几条上去，开翻一个 playlist， 净系放呢啲 ASMR 嘅。可以喎、啊，真系如果系大家系中意呢类型嘅话，其实系可以有好多呢啲咁嘅片嘅。即系你好得意噶嘛？你攞个镜头咧，就系你喺个山头上面影落去啦。啊，个感觉就好似系一个航拍嘅。因为见唔到陆地嘅。
但系咧，你当然唔系航拍啦，唔系航拍，航拍冇咁顶啦。系啦，但系咧就令到人个感觉咧，嗰、那个心神咧放到好远啊，放到好松啊。系啦系啦，即系望出去海嗰度，成个人可以好放松嗰个感觉嘛，系嘛。咁就适合我咧，一个 mon 就做嘢，另一个 mon 咧就要嚟放松嘅。唉，明白。咁就睇嚟真系要，即系呢方面嘅嘢要拍多啲啦。原来系有观众嘅话，有嘅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呢啲成日都系因为我哋冇得走得去边啦呢排系嘛，可能有啲朋友就会开始就会飞啦，开始多嘢做啦，就好似阿嚣咁样，开始多嘢做翻系嘛，系啊，最近开始比较忙碌翻啦。咁点啊？你个 channel 会唔会系转系讲你摄影啊，定系第二样嘢啊？讲摄影就未必会啦，咁就其实大家都见到嘅话都少咗好多嘅 update 啦。咁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工作好忙啊，咁未必有时间去做。好事嚟喎，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同埋系咯，同埋可能一个月难得一两次去 cam 啊，咁样嗰啲咧，我又想去珍惜嗰个去 cam 嘅机会。哦，咁变咗即系懒咗啊，个人冇咁多诶，分唔到心去做一啲拍摄上面嘅嘢咯。系啊，系啊。咁你咪去 cam 咯，你拎部相机隔篱个山头洞嗰度咁影咯。系咯，如果大家系中意嗰类型嘅嘢嘅话，咁我绝对唔介意孭到部相机洞喺度俾大家去感受嗰样嘢嘅。系。即系你隔远少。少咁咧，嗱你即系你运镜好叻噶嘛，你隔远少少，跟住就影翻你自己露营嘅过程都得噶。都可以嘅，或者可能大家会中意睇个景多啲嘅，都得系嘛。咁啊，都可以有啲片出下咁啊，唔系一定要睇你点样露营嘅，你睇下个山嘅景啊，都可能有观众嘅。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如果拍自己露营嘅话，需要嘅时间心机系会多好多。系，你又拍得几好嘅，真系。多谢多谢多谢，系啊。咁啊嗱，如果有兴趣就上去 YouTube 嗰度打希。已不在家，就唔喺屋企嘅时候，佢就去做咗呢啲嘢啦。系啦，系啦。咁另外咧，都可以相关咧，你自己拎下，可以拎到你工作嗰个摄影嘅 IG 噶嘛？有，我摆埋嘅，系啦。咁我睇下阿希尔咧，佢有一个户外嘅心去影啲相咧，系有咩唔同嘅感觉啊？系，真系嗱，再三请求啦。虽然你系好忙，你都试下放啲片出嚟啦。我会，而家嚟紧三季要上多咗山，我会尝试一下嘅，系啦。好多谢阿希尔啊！多谢佢今日唔喺屋企嚟咗我哋录音室度同我哋做呢个访问，多谢你。系，多谢晒，多谢晒各位。拜拜，拜拜。